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我和王老师为大家介绍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非常精彩的一盘主将对决，这是第11轮下的。那么这盘棋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杭州队的连笑四段和贵州百灵队的十月五段。那么这两位都是年轻的小将，也现在呢都是风头很劲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盘棋是非常好看哈，王对老师，所对以专门王老师挑出来这盘棋给大家来讲解。对，因为我们要回顾一下2012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当中的精彩棋局，那么挑了这盘呢也是有充足理由的。对，这两位年轻高手小球是说了，不仅仅是我们中国职业棋界现在非常抢眼的年轻高手啊。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他们两位都分别在2012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全部闭幕之后，获得了特别的个人奖。哦，获得了什么奖啊？这个十月呢，他是最佳主将奖。那么就是说，他在主将的位置一定是胜率最高的。对，一位这个弱冠棋手啊，在主将的位置上能够取得这么优越的成绩啊，那是。确实不是一般的，很强。他的这盘棋的对手连笑，他也是获奖的，他是获得了一个是就是网络的一个叫做最具人气奖。哦，最佳人气奖。对，最佳人气奖。还有一个是这个最优秀年轻棋手奖，大概是这样的。最佳新人奖。最佳新人奖。对对对。他有两个奖收获，对，挺不容易的。而且他们就是咱们金立手机这个金立集团设立的这个奖啊，都是高奖金的奖。对，而且尤其是连笑这个吧，是好多网友直接参与的。哦，是有网友投票的吗？对。网友们当然也都是慧眼识珠啊，因为连笑的棋是非常有特点，而且正在上升阶段。对，当然十月也是这样。嗯，行，我们今天就欣赏他们这盘棋。正如之前给大家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做一些棋局回顾的时候说到过，我们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是中国职业棋界最重要的一个比赛。对，因为它规模最大，集这个对局的局数最多。没错。它涉及的年轻高手也最多。嗯，是的。有很多很多最多啊，包括他每一站比赛到各地去比赛的时候，实际上对于当地的围棋文化的推广，也是起到了最大的这么一种作用。对，是的。行，我们看这盘棋，然后呢，不仅仅是简单的回顾了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小邱就是，我们知道当今的围棋和过去的围棋是有些不同的，比方说，十月和连笑他们的围棋。和过去聂卫平马晓春的围棋是不太一样，确实。那么聂卫平马晓春他们的围棋和清朝时候的范希平施向夏他们的围棋又不大一样，那肯定不一样，是不是啊？对。那么经常呢，我们大家对于这样的问题呢，就恐怕闪过这个念头，也许会有兴趣啊。嗯。我觉得我也很难把它归纳总结得很好。嗯。但是我想说呢，就是现在的围棋，如果我们从一个点切入的话，发现有些棋局上的问题，正是由于他们结果啊，盘上叫做五彩缤纷，是吧？血雨腥风，四处都是狼烟，都是这样的棋局的格局啊。它必然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精彩。对。是。那么这个精彩是怎么导致的呢？其中有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也经常有。对，这样说呢，好像涉嫌就是说有点曲解啊。你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说水平最高的人，生活当中啊，就是能够化繁为简的人，没错，举重若轻的人，这些才是高手。是的。那么你简单问题复杂化，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样的人是水平最低的。我是说生活当中啊。是。但是在围棋上这样说固然不太恰当，但是我提出这么一个标题呢，请我们广大的棋友你们来指点，我们来交流啊，就是它化简单为复杂，是现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个特点。可能他们不是，可能他们就是面对复杂局面的时候情况比较多，然后他们习惯于处理那种复杂的局面，所以当事情能够化繁为简的时候，他们简直有点不适应了，不知道怎么弄好。对，就像喝一杯白开水一样啊，你觉得很有味道，人家觉得完全是没感觉。就这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好，所以在这儿呢，专门给我们广大的棋友，我们一起来交流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棋。那么，确实，今天的围棋和过去围棋之异同，这个命题啊非常好。
假如有一天我们围棋真的是在大专院校当中有专门的系，围棋系的话，那么这个标题作为一篇文章啊，那是非常好的论文。对，古今围棋之异同，看起来还要需要我们这个棋手做这方面的努力。我们继续努力。行，开局都还是没什么，连下是黑棋，连下这个小伙子他的棋年轻，有朝气，同时挖掘得很深，当然十月也是这样，十月的棋也是力量很大，没错，挂角，挂角，白棋跳一跳，对，黑棋再挂角，再挂这个，对，仅仅是这几招吧，基本上在盘上，在过去啊，在50年以前的棋谱当中就不会出现，就不会出现，因为就是挂完了这个，马上一闪身不走了，挂别的哈，这个下法过去很少。一般都是要接着下的。对，为什么呢？它主要是说以下的变化，作为黑棋的思路来说啊，当然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是不错的哈，是有出处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这是有出处的。但是呢，在围棋盘上，就是你续盘阶段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将来的变化你很难证明你事先这个卦是对的。对。你很难证明这一点，就是这一代的变化，比如纠缠下去了之后，哎呦，你发现刚才我很有先见之明，挂了一招放在这儿，就它这个好处不能证明。换句话说呢，过去的围棋价值观当中有一条，就是如果我可以不能证明我这招棋最好，但是我生怕事实证明我这招棋没那么好，所以像这样的棋他一般就不下。我要证明我这招棋没那么坏怎么办呢？我就接着走就行了。对，是不是啊？是。这一点呢，算是过去的围棋和今天的围棋它的思考方法上的一些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围棋确实越来越大，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啊，他们现在把围棋下得越来越宽大。就你说好吗？不一定好。坏吗？未见得坏。对。啊，什么事呢？我们都走着瞧。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这个高手也好，过去的高手也好，大师也好，你们说的结论不一定，我们走着瞧。最后就是谁赢了谁厉害。特别有意思，但是我作为一个标题吧，在这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挂一下放在连校挂，白棋一间低加，一间低加，这个都是以下就是一个10年左右以内的一个流行定式，但这个定式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命题，就咱们围甲联赛这个舞台啊，确实是年轻人的舞台，这个比赛非常好，对，年轻人他们的才华得以不断的展示。他们的才能，对，才能不断的提升，随时都在磨练。就练武术的，他不是要在一个大树子面前用这个胳膊肘去打吗？围甲联赛就有这么一种特点。是的。啊，有这么一种功能。下边一招棋点。先点。对。然后再靠。这个是没有结论的一个行棋次序。就是以下哈，小球它是这样。本来呢，你想下成这样呢，这招棋是应该先贴。先冲这个。对，你走再断。断。对。那么白棋必须要进棋。你必须要硬，然后他再去靠。再靠这个。对，本来是这样。本来是这样下。但是现在呢也很难说，现在的棋都很难讲。那么它也有就像本局这样黑棋就先来压的是吧，先压这个，先压这个，它先不冲，对，不交换，不交换，这盘棋它不就是这样吗？先压白棋就翻嘛。但是我很期待，由于它这个次序不一样，所以结果应该不一样。对，因此我很期待呢，我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早就提出来了，接下来一个变化摆给大家看，但是没有高手这样下。我很期待有一天有一位高手要这样下，就因为你的次序不一样，我的下法会不一样。对，就是他贴这个的时候，白棋扣打。哦，挖吃。挖吃，不要。这三个子弃掉。这三个子不要了，但是看您怎么吃，这个也很幽默。我这个有点为难，然后不发现。好像是要警惕咱们的心位。对，团住哈。他可以接着问，我是死了，但是我接着问你，因为这招其实牵制他这个跑。就你现在要跑，它竖出来，你一断，它咔嚓先来一下，这个你受不了。对，如果断的时候被拍一下，先对，这先拍一下，你接成两个刀把舞，然后它再随便接一个，这个子呢正好护住这两个子，没连上，没有吃掉，没吃掉，对，所以它现在这一招棋一次啊，非常耐人寻味。假设黑棋大概不会这样下，假设你要走这个，那它哪怕把它薅掉也行，是吧？那这个白棋的外势太完整了，看起来。全都连上了，但是黑棋到底也吃掉一只脚，这个好坏很难讲。
但是我很期待有人这样下、啊、我先今天先把这个话搁在这儿，因为它次序没下的不一样嘛、嗯、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实战的实战，他们年轻人的棋经常就是带给我们，包括挂一个脱先这一类的哈、啊，带给我们一些全新的、看到全新的景色，全新的，但是这个景色是不是十全十美的不一定，嗯，但它确实全新的，没错啊，嗯。黑棋呢现在冲这个冲，然后白棋搬，对，这个是最近流行的，最近这些年吧、出现的，不能说特别流行吧，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定型黑棋长，现在白棋必须压，对，要压住，不压的话如果补那边黑，假如说这样的话黑棋不是打这个的，它是立下去把这个角给吃了，嗯，所以说呢他就吃一个也行，就这样吃掉，是吃一个啊，你虎这个哈啊，虎这个是缓了，对对对，虎这个他鼓下去也行啊，如果你是在这儿呢他就吃了也行啊，那就、啊、然后抢个先手可以这边夹击，对对对对啊，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事物的另一面就是假如人家白棋就这样下呢，我觉得好像也可以下啊，也能下，我们接着看，对，也可以下、可以吃你的棋再走这个呢，就是整个你这一团呢、厚吗，好像没有活，嗯，你当然这也可以来飘，这个飘你好像现在又不见得很舍得啊，有点亏，就走完你也没活头，你走它就撅出来嘛，是，哎，好像也可以下，也不见得就不行，尤其是这个下完了之后啊，小球你不能证明这两张你好啊，这两张显然亏了，亏了，如果我插进去了是不是啊，那我肯定往这边挂了，对啊，不会往那边挂的，所以我们就说、现在年轻人他们下的棋经常让我们啊，老家伙们感慨，哦，原来这样也是一局棋，你看这样一下还是一局棋，这个也挺好的，对啊，我觉得他们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也很好，变化很多，对、啊、确实，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他一般来说哎，白棋他这个棋当然是要压贴在这儿，哎，黑棋当然是咔嚓断掉，对，然后一打吃，对，这个子就不要了，不能要了，下成这样，对，本来这个接下来白棋是不是要走一个呢，比如说这样接一下， 对，那么黑棋就挂扳住，黑棋再连回去，对 对, 对，回去，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就是一般来说白棋会走一个，然后走两先手再考虑脱先的问题，对，我如果再硬呢就显得稍微有点慢，感觉是像是一个定式，大体上差不多，但是有一个线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小球说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线索也是我这盘棋下的以后我非常想议论的，就是年轻人他们把这个简单的问题挖掘出非常深奥的一些变化内容啊，你比方说乔丹云，我们来看这一招棋，黑棋搬，什么时候黑棋搬，和什么时候黑白棋能够伸进去，算一下它值多少目啊、就是黑棋这一搬当然是绝先，是吧，甚至这招不用打了可以放着、必要的时候一打一提嘛，对，纯粹从目数上来看呢，这一搬一打呢基本上就有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地方有六目，白棋一伸进去呢你这六目不能算了，是白棋增加了一二三四五，大概六目，六加六十二目，加上刚才脚上那个目数的关系，可能要扣一目。估计是黑棋先手十一目，白棋逆收是等于后手二十二目。那就等于一个大场的价值，等于一个大场差不多。等于一个大场、是。所以像这样的棋出现在盘上的时候，像我这种老同志，我是念之在之，稍微时机不对，我马上就要给他走掉。赶紧走，我下黑棋的话，对，因为我平白无故留给白棋一个。大场干什么呢、他什么时候给我逆收了就二十目左右啊，太巨大了、那么这个话题呢我还是要先说到这，免得棋局进行到这呢到待会儿我们大家把这个印象联系不起来了哈、年轻人呢他把这个一直放到最后，把二十二目棋的一个大关子一直放到最后，他就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胆量，他觉得他能走上，对，要是我的口水哈喇子早就掉下来了，肯定不会流这么多的，他就能留到最后，甚至恨不得还要当劫财打、你说这个是他们物尽其用呢、还是简单问题复杂化呢、也说不清，说不清吧，但是这是一个现在棋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变化我先说在这儿搁着哈、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实战，白棋的实战呢他没有接这个、非常有意思、咱们年轻人的棋啊现在每一盘棋
都是一部小说啊，太棒了。行，不早了，煎饼。对，长。第一个黑棋要长，这个在过去呢小有纠结，就是在这一代没有棋子的时候，人家煎饼你这个长啊，是简直是有一点点较劲。对。啊，有一点点抬杠的意思。而且。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少，就是挂完他不走了，对，他偏不走了，这个少。是。过去啊，在我的印象里，这种富有挑战性的，定型就是挂一个棋子不走了，谁下的多呢？当时的反潮流的勇士，赵志勋，啊、他的棋这种比较多。看来他很有特点。对，确实。在那会儿，赵志勋他就是向传统观念挑战、他就偏挂一个不走，甚至呢，他在分先棋的情况下挂完这个他就走这个，他也干过这事儿。那么这个就是挑战传统，你看就是、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没有猜，这个走过来之后啊，这两个子啊，因为力量的不同，随便放一个棋子，人家四打一啊，是吧？所以出现的少。但现在呢，连下这样的年轻高手看都不看，你尖顶他就是长，啊。那么你说过去下什么呢？过去有很多下法，其中一个是这个搬，上桌。其实这个下法也不丢身份，也不丢身份，因为将来有一天你接上了之后，脚上仍然有活棋，他如果还要来搬这个，你可以接着不应了。对，他走什么你都不利了。你看清了那边啊，他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的棋啊，他物尽其用。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化繁为简，还是化这个简为繁？为繁啊，不知道他走这个。我们看这个人物形象非常鲜活。那么十月这个已经很客气了，走得很近了，是吧？那么黑棋在那，黑棋他脱先不走了。他说这两个子你来吃你吃不着，或者是你吃的太瘦了像鸡肋一样我就不要了啊、那么十月当然再花一手棋跳起来抬杠嘛，较劲嘛哈。黑棋这个还要跑，这个我一看也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棋友啊，今天看了这个你来感受一下，白棋外边已经有五个人了，这两个人的空间已经这么窄了，这个子他还要要，其实他气质已经不可惜了。乔丹宇，你说你来吃你怎么吃？第二，我站这个，你们吃。我得你走，你就是要走在上面。对，你走上，他这儿再来一下。啊，我好难受。你说不是很大，对，换句话说，但是呢，连笑他是战士，他还要跑。他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子比你强。看起来现在的年轻其实不太讲理啊。不，你要说不讲理是不讲理，但我还是说呢，愿意想象他们拿一个锄头啊，像地质学者、或者学家一样，老是在地下试探，在挖掘。挖掘出很好的东西出来啊，他这样呢，棋子的活力和能量，他们现在年轻人特别重视。我们过去的价值观呢是根据情况呢，有些有能量的东西我也不要了，因为有更大的利益。他们是只要有可能呢，非常注意这个活力和能量。你看，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这盘棋啊，非常有独特的趣味。我看完之后啊，也颇为感慨，就年轻人的棋确实跟我们过去那种单一不一样。我们过去那种呢，有它醇厚的一面，但是也有因为所以太清楚，就是不够深刻的一面。就因为我这厚了，所以我要离你远一点，因为我孤单了，所以逢危虚气，我就不要了。那么现在年轻人他把棋盘变大了，但是他也不一定就完全对啊。你看他这个就是要跑，然后就跑出后来很多味道。你看，如果是我来看这个棋，我早就不要了，我走这个。你要有本事吃，我就再走这个。你这个本来就大。你再走吧，其实这个也很难说哪个就更好一点，气也是一种方法吧。对，只是现在呢，棋的棋风呢，就是理论性的东西少了一点，它的实战性更强。哎，他觉得他能跑出来，我就是要给你跑出来，你要不然你吃给我看吧。小秋这个概况呢，我也不完全同意啊。我觉得我们广大的棋友大家看到这儿呢，如果能够会心一笑也挺好哈，有点味道就行。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对于这样的东西。考虑的太少了，这个不太公平。对，他们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东西考虑的多，但是这样的东西他们也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哦，我觉得这样呢，是不是公平一点？就是说，确实现在棋进步了。对，他就是这个也在考虑，在实践，更多的实践这些，但是这些他们也都知道。过去呢，我们只知道这些，没有想过这些。可能这个是一个区别，眼界更开阔，看起来是、不知道对不对。来，我们再看他们的棋，这个连下还要跑，这个跑了。那当然，这个是白棋走得很，这个光辉
灿烂的一边嘛，这个很好。但是光辉灿烂完了之后，也要有后续手段才行。对，嗯。接下来呢，仍然是过去的棋和现代棋的一些区别。嗯。连这个棋形小球，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白棋在阳面，你在没有那么你的比较窄的一面，白棋已经便宜了。所以接下来呢，最简单就是接。接上。这个接有试探应手的作用。黑棋要拐。就看你拐不拐。你如果要拐，对。我在想，王老师他现在会不会先断一下？这个不行，他吃。哦，吃了就。吃了再爬，这个麻烦，一下子来不及。哦，来不及走了。来不及走了。那要被吃了。对。这一打搂过去，全死了。来不及走。这不行。对，所以他这一接啊，小球在过去的观念当中本身就是试探你的应手，所以他有点洋洋得意。你拐还是不拐？你如果拐，他就扳住，是吧？对。你吃。我只能拐打回来。现在。他就虎，这个虎这个形状补得很好。上边这块棋呢，几乎差一手棋就全部成空了，是不是啊？这虎站得很稳。那么你这个被他一虎，你这外边还不好连啊，而且你看你这个连没意思，你连他再陪着你跳，是吧？你这个地方给我冲断，你有点过了吧？我已经这么多人，你还要这冲断，太狠了一点，是吧？觉得有点过分。你这个黑棋过了，所以你黑棋一定要落荒而逃。那么白棋呢，坐收渔利，这过去的观念。好。那么如果你不爬这一下，你就单拐回来。对，如果说我断不着的话，那还是单拐回来。你单拐，你单拐他就补这个。就你如果单拐他就补这个，你要爬完他就补三路，所以他这个接啊本身就是已经带动，同时试探应手，很好。但是现在年轻人根本不这么想，就所以就怪了。看他们的棋，确实有的时候是吃惊，有的时候是学习啊，就这种感觉。有点张牙舞爪的。对，这十月这招棋下到这儿贴，哎呀，这贴也还是不错吧？嘿，这个连笑下一招又扳二字头，哎呦，这两个看得我心惊肉跳。对，如果是我下，当然不会这样下，但是给大家报告，人家是高手啊。我们因为有了过去和现在价值观的比较，我们各位看棋不是更有趣一些吗？对，是吧？那么如果是对方要贴我下黑棋的话，我是下这个。哦，因为他这个扳我不怕。就搬出来，我搬出来啊，他也没用啊。如果断打接上，接上，你这个两个断点已经两个断点你花了，不能补了，不能兼顾，那我就不怕，不怕我就不搬嘛。那我就拐，我先问你啊，是吧？一般是这样想。嘿，这个他还要搬这个，然后呢，这个十月就当然这一搬白棋还比较高兴啊。黑棋接上，接上，然后白棋虎有意思的，这虎在十月下的比较稳。本来呢，这个最狂的是这个，这够狠的，这个就有点像望断南飞雁啊，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那样的意思。因为他这个接也先手，虎也先手，是，哎，这个怎么回事不知道。十月呢，这个可能是比较稳，他觉得已经可以了，没想着呢，嘿，他们年轻人下出来的棋简直是回不回头都是百媚生啊，百味生，这味道之多。他吃，先吃一下，接上，拐打，连下补回去，自以为得意吧？嘿，你看十月下一招棋又很有味道，他先尝问你应手，看看你走在哪儿。哎，这招棋下得好。如果说你接上的话，嗯，那么他一拐，这个扳是先手，也就是意味着你的家是后手了。对，哎，这边就差很多。嗯。那么实战呢？他是爬在底下，对，这有点难过。嗯，这个尝了之后，这是。后面这儿会稍微有点，但是他的幽默小球，对，他味道在这儿，但他幽默又在于什么呢？当白棋后来追究这个味道的时候呢，又亏了。哎，你说这个做人很难，我走了一下也不行，又一下也不行，下我一棋真是很难。好，那么十月这个是挺头，对，这个是最后的一招。嗯，接着我们往下看，总的来说呢，白棋还是形成了一个网络，追击黑棋这几个子。是，总的来说黑棋这几个子是既无目又无眼，是吧？那么黑棋这个跑啊，这个战略上来说，我只能说，哎呀，年轻人的招法让我开了眼界。这个居然还要跑出来。对，我们接着看，挺有意思。黑棋靠这个现在，这种棋形它是一种常用的手法吧，应该是。对，因为要出头嘛。对，要出头。是。那么接下来白棋下法比较多，这个扳呢也是年轻人的下法。我看见这个棋形的第一感小球是什么呢？我是退。因为我一瞬间就想着这个冲断，然后你要补这个断点，我这儿有一个扎，你这个子就跑不掉了，所以我一瞬间看见这个棋形，我是退一路。
啊，退后一步自然宽，是不是宽呢？人家呢就是第一招就是要先扳住，先扳住软头哈，先施加这个压力再说。摁住。那么下一招连笑下得很有意思，他就先退，挡回去。哎，这一挡有味道。对。挡的时候，这个白棋也不能再退让了，退让被人家尝出来，你就不好封了。对他退让这个形就不对了，本来只有退让这个，但是这个形他不该拐，他应该扎。先刺，然后刺完了你是飞的。再说啊，肯定不是拐的，反正。对，退完了最狡猾的下法，实际上大概应该是这一带补一个，走一个，已经带动，补什么好？对，假如说这一类的补一个，然后让他出牌。嗯，哎，这个才好。是。结果呢，他就搬。那么连笑这个贴贴的不错，嗯，哎，紧接着他们下棋真是有味道，我觉得，就确实不能小看他们，不能说他们一下棋啊，嗯，反应又快，力量又强，那么下一盘棋就是杀局怎么样？其实不是，他们也是深谋远虑，对，下的棋肯定是非常讲究味道，嗯，啊，我们要通过他们的招法来解读，我觉得这样我们的回顾啊，嗯、回顾这些著名的棋，这著名的比赛才更有味道，嗯。那么这一打十月拐打，那么连笑这一打正好，接下来呢十月他觉得形势不错，所以他还是下得稳、嗯、不然呢更狂的一招是挡住，哦，挡这个这有趣，这个够狠，因为这个不能走这个，这个被冲了，走这个一冲哗啦啦了、嗯、他最凶的是挡，你提再挡，哎呀这棋太棒了，接着变化眼花缭乱，他必须吃，他一提，那么下一步他再吃翻吃，对，如果你提掉我就打再打，你如果提的就是这样，他就开了一个松二娘的包子店，边边边先给你打成一团，先把它打成一团，然后再慢慢接。这个只有他们的棋虎这个，他们的棋才下得出这样的味道。虎在这儿，哎，下一步这一接要出大事，所以白棋要接，他再接，这个白棋不好，那跑掉了。对，但是虽然劫财不够，这样下一步好，白棋有一招妖怪，它可以长。有一场你黑棋一看很得意啊，我这个先手棋提一下、哎、他就接、嗯、接上，你黑棋次序最好要先长这个，先长、嗯、哎，这样最好，对，因为你如果先走这个他可能走这个，嗯，他可能接这个，你走这个他再拐回去，走这儿他拐回去，对，是吧，这个好像还有点是非吧，你一般一吃他再一提、嗯、是吧，对，所以如果你看这两个字是棋经，你得先送这个才是经，嗯，那么他就你先送他就不好吃，然后你再冲他就提掉，这个棋太有意思了，你再吃这个好，他暂时不走了，哎，待会儿啊小球到一定的时候他吃这个你走哪儿，我很困惑 啊，我只能提掉，你只能提啊，没有别的方法，所以过去我们好多想都不能想的东西啊，他们就一锄头一锄头往下挖，挖出东西、嗯、他挡这个，挡这儿，对，你再走，然后我发现居然一只眼都没有，你只有出头啊，你锄头他先手扑，我一只眼没有，他就这么黑，你吃了两个子还没有活，太不可思议了，这年轻人的棋啊、嗯、过去我真是这些我们想都没想，对，不是说我们过去算路不好，嗯，就是我们算的时候那个路径和方向不一样，觉得下到这儿这棋还攻什么呀、嗯、对啊，吃掉两个、嗯、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啊、嗯、发现这棋打完了这一扑一直也没有，一直也没有，嗯，而且人家这儿对这步子也很高，就完全是可以接着攻击、嗯、我觉得至少吧，对于广大棋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更好的表演啊、嗯、我觉得对我们老同志来说啊，至少是让我们眼界更宽，嗯，你过去眼睛都不朝那边去的，你现在一看，哎呦，那、这个满盘啊都是学问，嗯，都是真好啊，至少有这个好处。好，我们这个再看他们的棋啊，他最狂的下法呢可以是这个，嗯，但是呢十月觉得形势不错，哎，那么连笑一冲他就算了，提掉，嗯，那么黑棋出去冲出来，哎，这下一招棋双方也很奇特，嗯，这个十月居然对这个字感兴趣，他一次是吧，嗯，这次呢连笑呢这个字他不愿意放弃，这不是说十五目以上，这个、接近二十目、嗯，但是因为大的地方很多嘛，因为他也可以搬这个，对，这个都很大，嗯，他不，他为什么要呢，他是认为你这个地方全部都没有好，他不是单纯看木啊，如果是我们看棋嘛，当然这个就可以看下外面、哦、是吧，你尖了尖了你必须要吃吧，嗯，让我飞下来，嗯，这两个子呢也不是说完全丢不起，因为丢完了之后这个力先手，白棋这个地方就全部成空了，嗯，它也是一种借力，但是这样下法我们一看就觉得很简明嘛，嗯，简明这个词儿呢在围棋盘上我们议论的时候也是个特别的词儿，对，我觉得它非常有内涵，
就是过去老一辈的高手，像尤其是我们一代宗师吴清源先生，他评棋的时候就经常循循善诱的是说什么呢？说这个变化简明，别的话就没了，他就说这个棋这样下简明。那么我就在琢磨，为什么吴大师总是说这个地方简明呢？复杂的难道不好吗？是不是啊？我就琢磨呢，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头绪，没有完全的逻辑性。一点点头绪就是什么呢？围棋盘上千变万化，你要穷其所变，是连运算每秒运算超亿次的计算机都做不到。既然你想穷其所变都很困难，那么当然简明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方向。对，只要大致不亏，只要过得去，简明就很好。对，哎，这个我解释的当然并不见得很好啊。总之吴清源大师他解释棋的时候经常都说这样简明，这样简明，这样简明，但实际上他自己下棋的时候经常是下得很复杂。当然是他有那种能力，可能他平棋的时候因为考虑到大家没有他这种能力，所以他考虑说这棋还是简明一点好。但问题是大家能够把他下得简明，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体现，就是挺不容易。说的是不是化繁为简？对，这很难。其实另外顺便再说一下，就是盘上的人物形象啊，像过去的藤泽秀行先生，他评棋的时候就这种语气呢相对多一点，就是这个下法生动啊，他就比较讲究这个棋子配合和每个棋子活力的这个生动。吴大师呢他就是简明，简明啊。行，议论到这儿我们再来看人家的这个地方是连笑非要叫吃，当然白棋要接上，接上，哎，黑棋把这个接上，接住。好，接下来呢，十月稍微也就是走入了本局当中。如果说刚才都是在探讨切磋的话，接下来两招棋是不太好。那么他这个接下来这两步棋不太好，他到底是不太好在什么地方？他会怎么下呢？我们留个悬念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让大家看这两步不太好的棋。好，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解这盘精彩的对局。刚才呢说到这儿，哎，王老师说他接下来这两步棋不太好，那不太好到底下了些什么呢？对，现在的棋呢就像这个麻辣火锅一样，像麻辣烫一样，它是简直是各种味道都有啊。你说刚才白棋这个长很妙，但是你现在直接要发挥它的作用，因为黑棋印在这儿嘛，就是这个靠，可是呢用的时间太早了又亏，所以这个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很有意思。十月呢靠，对，这黑棋当然搬是吧？这个头不能被它摁进去。对，现在一搬，白棋接回去，一接黑棋在一团，啊，这局的交换白棋大损，因为很简单啊，你看下一步这一滚包，滚包完了脚上再一搬，对，打吃，对，提掉，对，摆给大家看看嘛，然后再一搬，这个是先手，刚才我们说的要掉口水的，这个先手十一目啊，要掉口水的。那将来这一代猜还有先手，是，不然下一步一踹，还没虎，你说这个找谁说理啊？那么原因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啊？好，这个结合我们刚才一开始抛给大家一个话题，过去的棋和现代棋，年轻人他们胆子大，潇洒豪爽，先手十一目的棋可以放在这儿，从天亮放到天黑都不管，啊，你看这个地方多大哈、啊？行，那么白棋这个其实他应该不走。上面该走什么走什么，他十月他是有点什么呢，他难道有点介意人家走这个吗？搬出来有这个可能性，是不是？不怕啊，就这样没关系啊，您就接上就补没关系、你要顶我鼻子我就先打，你要长我就跳，就跟你作战就好了，因为这块棋离死还远，你拐他一夹，所以本来不怕。那么十月呢可能是想呢把这个地方堆砌一些后势啊，看对黑棋这块是不是有进攻。我们接着看，但是他，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前期投入啊太大，先付出的现金太多。好，黑棋一团，那白棋是一跳，是吧？对，跳出来了。黑棋当然这个连笑是只有这一条路，他只有从这儿出来，然后接着双方下的非常精彩，长，然后白棋。这个是现在年轻人的棋了，靠住。对，如果是我们过去的话，这道棋就下这个就行了。对，因为它的空间已经够了。是啊，不是把断点护住就行了吗？他好像还不满足于这一点。对，这个地方它的逻辑性是，现在下成这样之后，这个断点黑棋下得早，你现在断白棋就拍吃，
你从这儿扣打，他就把这提了。对啊，你如果先挖这个呢，再打也来不及了，他就提了。所以这个空间呢，拆三这个空间够了。所以这个状呢，如果是我们来看，这棋又是把简单的问题弄得非常复杂的，就属于这种。化简为繁，是吧？所以年轻人他能这个朝气和勇气，还有他的力量，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好，我们接着看。那当然，黑棋是搬，连下是搬。搬这个。搬这个的时候，连下你看本来含蓄的下法是这个嘛？退回来。他现在都没有什么含蓄不含蓄，先给你打了再说。先把木数先收到。对，先把木数收了再说。这个是非常有特征，性格特征啊。对，很好。好，白棋下一招贴。压上来。黑棋搬，锦旗二字头啊，搬了就虎视眈眈盯着这个段。马上就要断了。但是这个十月也不会去单补啊，同时先走这些也损啊，是吧？这个也损得很，损了这个地方的气，因此他也搬。那么黑棋必然要断掉，黑棋必然咔嚓。这个棋太有意思了。哎呀，要是我来下这个棋啊，真是不会下成这样。我觉得太头痛了，这被断了怎么办呢？对，双方我都害怕。怎么办呢？断。那他有准备啊，他那个十月是有准备的，他就借着你这个断的势头，他顺便再来压这个。哎呀，他们这个计算也是，算的内容也多。太强了。他现在冲。那黑棋呢，连笑是挖吃一下，长，你必须要长啊，他这个长，哇，这个简直是强而有力的一招啊。这要吃，这要冲，对，他这个是一个好次序，他先挖吃一下再冲。他生怕待会儿挖吃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可能会有变化。一跳他下一步再一冲，就是铁打的双叫吃。对啊，这白棋已经坏了。对，如果不打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打这一下，这个就差很远了，这个差很远了，你吃就行了。所以他这招棋很好，但是你说他这招棋好，但是你不能走这个了，是吧？走这个他就先送你一个刀把把在街上，就整个给你杀这一块，这不行，这不行。所以黑棋藏出来的时候，白棋是紧气不行，松气加也不行，加了被冲，就只有气了。如果他只有气了，是不是十月算错了呢？其实我觉得不是十月算错了，在他计算里头，他就是这样想的。现在呢，转到那儿去了，他就转换了，是，他就断吃啊。当然，人家连笑很高兴，把棋筋吃通了，这两个棋筋，那他十月也不管，他又把这个地方吃了。刚才白棋撞黑棋无忧角的地方，怎么现在他把这俩吃了？就第一次看这个棋谱的时候，一看这俩棋筋被吃了，这棋还能下吗？后来觉得看了两遍之后，觉得好像未见得，未见得，未见得。白棋的真正遗憾是这两招，是这两招。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仍然是非常有味道。黑棋这个必冲，黑棋冲这个，这个不然的话，被白棋一打受不了。这一冲，他白棋不理了，你说说，他们的棋下的真是奇特。所以我还是这个感慨，按照我们那种比较。循规蹈矩比较僵硬一点的眼光来看呢，首先这个撞就不会撞到这儿去。对，撞完了之后黑棋也不会先翻打，就走不到他们今天。就人家就走成这样啊，而且以下还带来好多思考，使我们总是在思考，就是说围棋它确实很广大，小球。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下的棋是一种棋，他们顶尖的职业年轻的一线高手是一种棋，我们广大的围棋爱好者朋友，你们回家待会儿看完节目，跟朋友一切磋，上网也好，面对面也好，那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围棋。没有说要以哪一个人的标准来要求另外一种人，是不是啊？对，这样就对了，这就对了。行，我们看白棋下一招走这个，脱先了，脱先，他压根儿就不理了，说这个地方你要吃你就吃吧，你要吃的话，我正好这个角可以先手护住。对，他更高兴。对。这个但是有很多难解的啊，就这个尖，这个逼住是很大的棋，但下一招他就蹲也很大，就这招棋就走最实惠的单立也行。在下这些的时候，如果我下白棋，我心里还在痒痒，我心说你这黑棋够狠啊，你把简单的问题保留了那么多变化，我下完这个我就掉口水下这个。你下任何大场我就走这个搬掉，我就把这个先手十一目走掉，我心里在盘算，除非你马上定型啊，我是建议黑棋要马上定型。那么我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给大家报告一下。实战他走这个，
逼住。黑棋当然是尖出来，然后一压。对，这个棋很有意思。一压黑棋再一长，你满以为白棋是不是惦记着要给它冲断呢？它其实不是，它是为了在右边立二拆三，走一个大场，同时上边呢留有一些余位。对，哎，这个是大场，那就无可挑剔，是吧？接下来的变化很有意思，黑棋点角，这个我们可能，哎呀，很多地方都想跟大家聊很多，但是可能都不能聊很多了啊，时间不够，时间不够，我怕。王老师老说这盘棋应该讲两个小时，对，一个小时太少。经常觉得一盘棋一个小时太少，嗯啊，我们看一点，这个团呢是局部妥协的一个下法，对，毫不妥协的下法是这个，那么人家活了，但是你这个力必须要有用。现在我们看黑棋这块其实铁，所以白棋这个力第一个要排除没用，同时呢这个又不行。这个被人家先手搬了，被人家搬，这个一般来说太损了，90%以上都损。是，因此剩下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团。团住。这个团以下带来的东西很有意思。嗯。我们先看看这个连笑它的定型方式。它跳了一个。它跳就像一个形吧，不然下一招它要爬了，白棋一挡，然后它黑棋再一拐，白棋再一搬，这几招呢简简单单，但是背后有好多变化抹杀了。连笑肯定也计算了很多，他可能也认为这个不错，也可能因为下一步棋白棋十月下得很好，他没有完全想到。有几种定型方式给大家报告一下。在这个定型当中，第一种方式呢是黑棋先爬，就这个嘛，当然就是局部，就是简简单单的后手活而已了啊，后手活太小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排的爬。那么他要火珠，要当这会儿再点，然后您再点。他爬了不是为了火脚吗？对，他是为了点，然后你尖，他再拐。就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下一步如果他有机会主度的话，他有这个侯的适应手的一招，这个白棋非常难受。嗯，他侯适应手，因为他下一步再一加要挤过，你如果走这个他有活，对，是不是啊？对。那么他有这个余位，所以呢，白棋黑棋如果是爬刺再拐，下一招白棋下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白棋下什么好，但是不是说白棋不好啊？这是一个变化图。第二个变化图就是，连笑点这个也可以。当白棋走这个的时候，黑棋爬这个也很俏皮。再爬一下。现在爬也行。啊，现在爬。是应手。是。对，你白棋走别的，他一招就活得很大。是不是啊？嗯，白棋最强看来是要走这个，哎，走这个，他再考虑走这个，嗯，跟实战的那个情况呢稍有不同，啊，变化下去稍有不同，对，行，这些变化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说得很细了。总而言之呢，就是下成这样之后，左边左上角如果黑棋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话，白棋的实控是不错的，嗯，超出想象不错的，对，哎。但是实战的结果我们看呢，左上角真的是这个实地黑棋亏了，它就是没有什么味道。黑棋实战下的是拐这个，拐，然后搬，搬，对，那样脚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对，他加加，连笑大概当时以为这样加白棋已经很难下了，嗯，结果下一招棋呢十月下出了大智若愚的一招，顶，哎呦，这一顶这个黑棋没有好棋下，很怪，所以年轻人他们在这种由于棋局很独特嘛，所以他。就环境湿度都很奇特，阳光这些都很奇特，所以它会长出一些很奇特的东西。嗯，你看它这一顶这黑棋很难下，真怪。你要度过，白棋就先从天上盖过来，先冲断。先冲断。对，这黑棋不能接在这儿，接在这儿人家已经连上了。嗯。那么你冲断这个呢？你后手断没意思。那把你先断开了。你要先断开，啊，然后再回头补。再做一个，你这个受不了。嗯。那么第二个下法呢，就是你接上，单接，嗯，单接呢，人家就度过。你以为你一路想搬啊，人家度过。你现在再跑中间一个子呢，人家一打吃一挖吃掉了。打吃这个的时候，白棋可以挖吃，然后把这个挖吃。这一招棋很重要，挖死，属于一个也是很怪的棋。一般的感觉呢，总是接，你要接他再走什么，然后黑棋有一个好手，是吧？连根一接你进不来，嗯，结果呢，他这有一个挖，这个是真是绝性。恰恰两边入不了气，全死。当然，你外边可以有一些作为啊。对。因此下的这非常意外的是，十月一顶，连笑一看这个棋，哎呦，很怪，没有好棋走了。嗯。所以他不走了。啊，由此可以看呢，刚才左上角一带还可以有些挖掘的地方。没错，是这样。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他是这个吧？他脱先了，他守了一个角，守一个角，这也是大场。那么。
十月立刻就进去。嗯，这棋呢，我的建议还是黑棋如果我下的话，第一时间把这个滚打包手走掉，搬掉把这个搬掉，然后你再不走都可以。嗯啊，因为你搬掉的时候它不能脱先，它脱先你是拐着吃，那太大了，眼位和目数都不一样。是啊，行，现在他进去，我们看他们的啊，这个当然是正着，嗯，白棋脱，黑棋退。这个就是新位小飞手脚之后人家来掏脚的接近于定式的一个下法。嗯，下一步黑棋挡，这个十月可能觉得形势还不错。嗯，其实这个地方呢很微妙，它可以脱先。嗯，它可以脱先，脱先呢又是另外一个微妙故事。假如说脱先的话，时间够不够搬吧，对，然后急打急打，嗯，接 上嗯，关键是现在黑棋要不走了。哦，要走的话呢，白棋一爬一活就行了。对，他如果接这个，白棋就爬。接这个他一爬，这个很幽默。嗯，下一步呢，首先你现在这个不见得能搬，嗯，他有断。对对。就算你能搬，这个子有的。我就说，就算你能搬，没有这个子。哦，假如说这样，他还可以倒虎，他可以倒虎活。啊，这是一个活，进活，这很苦，是进活，但是很苦。将来要补这个断，现在呢，当然不怕，这可以断。是吧？问题是呢，黑棋他走成这样之后啊，他不走了，白棋下一步再要走就没有好棋走了，就不如实在那样了。哦，所以他的妙位是在停顿的这一瞬间。嗯，这个问题呢，可以把它，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说得很细啊，可以把它划分在围棋盘上的时间概念这个领域。嗯，就是他两招棋交换了之后，他的时间概念变了。嗯，或者说它是一个时间概念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单纯的一个优劣的问题。嗯，它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白棋是可以脱先的，脱先可以做几个事情。第一个是这一带可以走，是不是啊？第二个呢，这个逆手可以考虑走。第三个最朴实的，就这个就很大，拆二，这个就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嘛，黑棋在滚打包手先手就随便拆一个，你不是也很大吗？对，这一手棋的价值在外面还是很大的。现在，尤其这现在。还有些地方还是很大，就是这个挡回去目数也很可观，也很可观。嗯，哎呦，现在的年轻人的棋也是，由于它变化很多，嗯，所以导致盘上呢真的是叫做到中后盘阶段，经常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嗯，就是满盘都是大棋，你得数着目，不知道哪一个更大啊，有这个特点。嗯，也是过去我们下棋很少有这种。嗯，就下到中后盘，盘面上有四五个都是什么20目左右的大官子，这个很少。对，嗯，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汇报一个时间概念。嗯，总之白棋可以脱先，那么十月呢觉得不错，所以他就补了，立下去，这个补当然很大。啊，目数很大。对，好，这一下呢连笑，我们看连笑，他长出来了。对，这个是有个跑的啊。白棋当然就顺便一吃，黑棋再一接，这个对高手来说是当然的变化。嗯，但是下到这儿一定格，我们发现左上角到左边全部是白棋的实地，所以黑棋的成就感必须体现在中府。中府如果没有足够大的杀伤力的话，这个棋黑棋我们发现全盘他没钱没空，你看就这一点点续盘阶段捞的，这些都不是空，这些都不是空。他没空啊，这墨数很有可能被差距又拉开了。是啊，这里还差一手呢。对啊，你光吃掉了棋筋有什么用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的棋带来的话题非常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太好了，黑棋现在走这个是好棋，这一招三个子的正中连下走得非常棒，很漂亮。好，打吃。对，下边呢十月这个稍微有点迷惑，这两招棋我非常有意见。嗯，就是十月仍然认为形势不错。嗯，所以他是想呢走完这个立刻走这个嘛，因为你如果不走这个，将来这个地方人家黑棋有一个这个，哦，长出来。他们年轻人在想些什么呀？你以为他拔了两个花呀？然后这个，然后就啊，这些然后就是这个，他惦记着这个，当然并不一定一定有棋啊，现在时间不见得成熟，这个冲出来嘛。所以呢白棋为了防这个呢，索性他就干脆把这个打了补了嘛。本来也很大。那么什么人他才会第一时间想着补呢？是因为形势觉得还可以，嗯，他才补。要不然形势不好，他不是把脑袋挂在皮带上吗？是吧？更拼了。所以我是建议白棋上面不要走，这个大，这个太大。拆二是吧？对，这个太大。那我们再看实战啊，他是十月这个有点放松，一吃掉，连下一提。你看，同志们，他想的是这个啊，不是吃两个子啊，他是连根狙啊。对。所以他们的想法真是，哎呀，有意思。
很深刻，很贪心，但是也很深刻。对，这其实党好还是退好，又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啊。感觉上好像是要党，但是你党的一瞬间，你冲你一下，最后你不得不提，那么这两个字在人家嘴里，对，哪一种好呢？说不清。他们的一盘棋带来的问题非常多，是因为他提掉呢，他接上的话，黑棋接先手，这里你就冲不动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是啊，但是提到的话，你虽然这个你比较难受，但是这里还是保持一点对他的压力。对，换句话说，就这个形嘛，小球等于就是这个形，这个子在这儿好还是在这儿好？啊，我觉得呢，现实是这个好。嗯，因为你把这三目棋先收回来了。对，这个地方最多损的是一目。嗯，当然有可能将来他这个先手把你六目切下去，但是他。它只是有可能，现在我已经守住三目了，先守住，守住三目，而且远远我还有一个梦，嗯，将来什么时候这一冲断了，这个子一接，您这块棋还没活，对，可能没活，而这个呢，人家肯定活了，是梦断掉了，就梦已经断了啊，嗯，还有现在年轻人，由于他棋风比较凶悍啊，他的梦啊确实是非常遥远的，嗯，像你这块棋，他将来可能吃你的，啊，就这个呢，他确实不容易吃你了，啊，活了，对这个活，因此这个地方他是有可能惦记的，嗯，这块棋。将来是可能没火的，是啊，很好哈。我们觉得我们回顾咱们2012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围剿联赛的棋局啊，经常产生联想，这也很好。接着看，还有一些精彩的内容。黑棋他打入了，黑棋打入，这个是连下的一种定型。对于立二拆三的棋形呢，经常这样定型，在中府有需要的时候就不亏。哎，然后就来一下，打吃，接上，接上，对。然后下一招棋是跳，是吧？这招是非常有问题的一手。他跳一个。对，跳，这非常有意思。我认为呢，现在这个棋可能是黑棋现在形势不错。嗯。那么它定型方式是还是这个，把这个走完。嗯。就再给大家看看，这样我觉得黑棋大概应该能胜，或者是好一些。这个要搬。搬掉。吃单硬手，白棋一定要硬。那么这个其实走一个也可以。是不是啊？不走也行，下一招尖，就这个棋形要补在尖就行了。有了这个硬头的帮忙，它出不来了；有了这个尖，它这一带没有借用了。嗯，因为尖可以跳断了。嗯，走这个形状太，这个棋形太窄，这个非常危险，嗯，啊！这样下呢，我看全局是黑棋可能要赢，还不错。对。后来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连笑啊，你看他这个年轻人怎么回事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些都想保留。他是想留着，对，先手实木的东西他还要留，他留着一个什么呢？小球，他跟这个有关系，跟你这个力，你续盘阶段说这个力有关系，有可能力下去。他说有一天我要走在这儿了，嗯，我有可能有这个力。对，力的话，假如你不想收气，你长我就打断了，长出去可以，就直接吃掉了啊，是不是？这个够狠的，够狠的吧？但是他这个很遥远，对，非常遥远的东西，但是人家也惦记，这就是他们的棋。我们过去也常说嘛，保留这个味道。就是行棋应该保留味道，但是这个味道是有个保质期的，嗯，你不能说从现在开始一直保留，一直保留，哎，嗯，到最后人家就走了，嗯，所以他要掌握这个度，哎，他保留的价值有多高，他的保质期有多长，这些都要考虑。嗯，现在他你看，他不问三七二十一，能够保留他都保留，所以后来就出现很多霉菌，这个霉菌当然也可能就产生出非常好的酱香酒，嗯，是吧？这些也是有可能，但是也可能生变啊，嗯，哎。好，我们看它实际上这招棋就有风险啊。白棋小尖了，白棋十月尖，对，但是接下来非常精彩，哎呀，穿，令人感慨。那你这个尖你根本就没连上，我还要追究你。对，十月这招飞也很大，飞这个不飞呢，他防着连笑跟他干这个，这个直接推过来全吃。嗯，我说这全是黑的。好，然后他走这个，嗯，逼住他还不搬，你看这个棋啊。就应该滚打包收完了走了哈，但他现在还不搬，还要走这个。他就是不走，就是王老急死了，急死了！我说他怎么还不走呢？对，看他们的棋，我确实有可能急是什么呢？假如我有一个队伍，比如他代表中国出去比赛，嗯，我希望中国棋手获胜，嗯，他老给我悬着这些，嗯，假如我是教练，我简直受不了，我只有不看，我受不了。但是可能人家是对的啊，因为他杂技嘛，惊险嘛，嗯，走钢丝嘛，对，才有这个味道。嗯。加一个必须补棋，再不补棋被立下去真的要死了。这个，嗯，古蛋这个当然也很苦。嗯嗯，接上。好，然后他不走了。一个，白棋交换完这几个俗手之后不走了，接下来出现精彩故事。十月呢就觉得这个棋行了，
它编织了一个编织了一个变化。嗯，但这个变化编织完了之后呢，结果他输了，啊，没有想到一个精彩的变化之后他输了。嗯，就像这儿一张精彩的好棋之后啊，最后一跟他洞虚相应的时候反而亏了。嗯，所以有些美好的东西，小球啊，我觉得在围棋盘上它是什么呢？跟生活中一样，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存在那儿，你不要去兑现。嗯，美好的东西一兑现就没那么好了。也许给我们带来这种启发啊！你看他要兑现这个好，他来靠退这个亏了。现在呢，十月编织一个什么呢？非常精妙的变化，一看呢，大杀器差一气，真怪。如果不是这样呢，我给大家摆一个图，可能白棋稍好，我认为。嗯。啊，行，我们看实战，十月这个靠棋啊，真是精彩。这黑棋没得硬，这个棋。接上。哎，连笑只能这样硬，但是不知道。我相信他们都是算清楚了，但十月可能是稍微有点误算。这个弯弯绕，你说多棒啊！这招棋，弯在黑棋的要害上，你只能接啊，这不双叫吃了？对啊，要不然后再一冲，再一冲，这个你只能断吧？哎，然后来一下，白来的便宜，接上，接上，然后上边再一冲，你看中府本来白棋稀里哗啦的，怎么把黑棋全部卷进去了？嗯，那么黑棋连笑还团。嗯，十月一看，现在还有两个吃，他吃这个，嗯，吃这个呢，当然被黑棋一冲，这个棋差一气，不行，不多不少，刚好差一气。摆、给大家看看，他一冲，你必须挡，他咔嚓，那么你必须吃，他再一长、好了，这一下麻烦了、是不是？你走一吃一接一接差一气，就你看你走这个，他吃，你必须接，对。这个仍然要摆给大家看，因为这最后最关键的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几乎可以省略了啊。关键是打吃完了之后，打吃，白棋接上的时候，黑棋可以，他不是这样吃，他是把这个粘上，他连根一粘，你已经死了。你这个总共两气，永远也尝不出第三口气来，尝不出第三口气，气死谁？哎，对，这就是死了，嗯、干看着。因此这一爬不行，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只能走这个。啊，是不是啊？这难受死了。没有，走这个你被他顶死了吧？我看看，不是啊，走这个不行，走这个他这有打有接、你已经不行，不行你只有提。你提你是被他顶死了吧？一走一顶一扳一扳、每一招都行，因为这个是先手。对。所以他每一招都顶着你走，你正好被他吃掉。正好扳了，然后挡住，他打出来不长气。啊、不长气，没有用，死了。是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最后，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吧，给大家交代一下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白棋这儿啊、现在该白棋吃这个的时候，嗯，我们发现英雄气短，但是这个变化已经很多了，嗯，我觉得已经要向连笑，也顺便要向十月表示敬意啊，主要是向连笑表示，哎，小伙子不错啊，要表扬他，哎，十月也应该表扬，嗯。这一吃差一气，对，因此他必须换一个地方吃。嗯，那么他吃这个，吃这个的话，那么黑棋要对，这没有黑棋就接，单粘。你吃这个还有单接，白棋也粘上。你粘上他就走这个，这里面是个打劫。对。哦，可以不打劫，他可以走。对，他走这个，他走这个。他也可以走一双。里生外熟，打劫嘛，这打劫双回。然后这儿对不起，他都是劫财。这会儿你才发现这个连笑真够黑的啊！这个小伙子，这一张当劫用，他不当先手官子收。哎，看来他没走掉，还是很正确的。啊，嗯。因此，我们发现这两种下法千变万化之后，这两种下法呢，白棋都很遗憾，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是。但是白棋还有别的一招。哎，这个棋呢就有这么绝。嗯。到这个时候、白棋两个吃都不行，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招就保留嘛，一样的嘛，先不走，就不吃啊。所以照我的判断呢，白棋走这个，跳一个是白棋，我的判断靠不住啊。白棋稍好，王老师谦虚。就黑棋你必须补一个，因为你现在走这些都不见得有用。嗯，因为他这个刺如果刺着这个和我们刚才这个变化就有帮助了。嗯，刚才这个断完了吃你冲打出来这个变化就有帮助了。对，是不是啊？这气紧不住了现在。对，所以你走这个他按理说是应该走这一类的，然后白棋只要把这个一吃、我觉得这个全局是白棋可能稍好，那黑棋这个先手收掉，对，这个扑这都收掉，踢掉，甚至你这个打了还可以扇呼上去。对。
把这个地方围成这样、嗯、我的判断是白棋稍好，供大家参考，不一定对。嗯，对，他这个地方是打掉，打掉啊，下成这样。对，甚至然后一小接，吃一接，你这个还可以搬嘛。嗯，他就搬嘛，就藏，就这样，双方顺道收官收下去之后，这段黑棋这么大，这全部吃掉。嗯，我看是白棋稍好，白棋空也挺多的，对，主要是之前黑棋的空很少。对。他的空都是这儿吃了，然后这儿长出来、啊。这儿长出来，当然现在也不小，嗯、但这官子很难收。我是觉得白棋稍好、啊。那么黑棋呢？从逻辑性上来说呢，黑棋连笑这个跳，就是悠哉悠哉的这个跳啊。嗯。至于控制全局了，这跳呢是差一点。我建议他是先定型，然后中间尖，尖着了一下，那这棋他就棒了。就先把这个棋吃干净，吃干净，然后底下呢、嗯、待会儿就直接逼住他，直接逼住就可以、嗯、哎，这些动作白棋还来不及做、嗯、都来不及做，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局部我已经解决不好了，怎么办呢？我给他割一割，嗯，在别的地方某一个地方去试探一下硬色，你比如这张最本分的形式在这儿嘛，如果你要妖怪一下在这个地方来刺，那当然黑棋也需要有透视力，嗯，哎，感觉上这个形不太正，对，下一步就算吃掉，好像这个是不是很好？靠在头上，但是它就比刚才好了。你靠在头上，它比刚才这样好。是，你这样被你打瘪了。是，但是这个是不是刺得到？人家反刺会怎么样？这又变成别的故事，嗯、是不是啊？没错。总而言之呢，白棋就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左下右下，由于对方有非常顽强的手段，已经没有好结果了。那么把它放一放。嗯。投石问路，声东击西，试一试，哎，这样我们这棋就更有味道。是的，是吧？嗯，哎，这个供大家参考。然后我们再来看他们实战的进程，来给大家看几招，来给大家看几招。这一张他很黑哈、啊，嗯，好，非常精彩啊！这一张差一气，来去冲，冲这个团住、哎，然后他吃，看起来好像黑棋不行啊，嗯，就他奋勇的冲，冲出来，接上。再冲，再冲，冲，然后白棋挡，挡，这必须给大家摆出一个结果来。嗯，拐打，黑棋长，就刚才王老师说的，这儿走不行，被人家一拐打，所以呢，他只能贴在这儿。啊，只能贴在这儿。对，然后被黑棋拐，一拐，这已经跑不掉了。嗯，很遗憾。嗯，跑不掉了。跑不掉了，他只能不要了。嗯，那么一走。这个是不是搬了一下？对，他把这个吃掉，吃掉，在这儿。好，吃掉白棋，你总要回一下吧，不然人家这个一接多大？这个目数太巨大了。然后黑棋哇，找个机会，现在赶紧把这个走了。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时机。你看，像我那种啊，嗯，没有追求的人，早就把这先手棋收了，还没有人家这种味道。嗯，所以你说找谁说理呢？也请我们广大的棋友呢，大家自己品这个味啊。嗯，一小尖，你看，哎、这个连笑，他是把这个先手走到运用到极致，保留到最后。嗯，第二天这个食品就过期，然后他把它吃光。因为你如果现在走这个的话，或者现在要虎这个可能最大，你虎这个的话，嗯、黑棋白棋就赶紧哇，那个受不了，那个忒大啊、嗯。然后或者是先煎一下这个，嗯，反正你肯定是走不着了。对，那肯定要把你逆收，但是他趁他这个是人家逆收之前，他先刺、哎、先刺了一下。接上，接上，把这个糊涂。对，白棋当然十月他也算成功啊，嗯，他是把这个地方全部接回来，对，是吧？接上了。黑棋接上，这个是先手，是先手吧？对，拐。白棋要拐，对，那黑棋把这个拐下来，嗯，这个也比看上去大。白棋75，白棋尖了一下，嗯。79、80，对，黑棋刚才拐打过一次，叫吃，这是先手，一提再一打，嗯，那81，白棋82尖，嗯，这个是很机敏的啊，算是一个便宜，嗯、因为紧接着人家这个叫吃就是先手了，82、83，白棋84，嗯，这王老师接下来这个招法是不是已经跟胜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接下来可以反对了。这个棋呢、嗯、是最终虽然它全部逃回去，但是空还是不够。是。黑棋啊，连下这个空围得很好，这四个子吃掉太大，嗯，它还是赢了。我觉得我们回顾这盘棋啊，要重新来说的话，它的价值主要在哪儿呢？第一个，续盘阶段这个特殊的定型。对。白棋能不能拔掉这个花？至少希望我们今天看了咱们这个节目的棋友，您在下棋的时候、
对方这样下，你就把这个花给他拔掉。哎，也可以试试，可以试试。哎呀，您要不是呢，也许再过些天一个超级棋手就是了哈、啊，他就抢先了。确实是这样。然后这个定型带来的故事很好。嗯，先手十一木的棋，现在的人敢现在啊放在地窖里永远不走它。他就先搁着，搁着，然后放50年。对，等会儿他觉得有变化，主要是、这个就是现在棋和过去的棋在观念上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哎，因为我们过去啊，确实认为这样的东西放得太久了之后，太有风险。对，你还是锁在保险箱里，就是落袋为安，先把它走了好。嗯，但是人家最后来走。嗯，这个话题很好。王老师，他中间这一代双方的攻防是不是哎，下得挺精彩的？中间这个很精彩，是也是过去的观念和现在观念一种很大的冲撞，嗯，啊，一种冲突，不一样。包括这个地方，他一定要去撞，对，是吧？原来呢，我们认为不用撞，简简单单拆一个就行了。哎，他现在非要去撞，撞了挖掘出这么多变化，包括这个棋筋被吃，哦，还有这个地方的一个讽刺。这是围棋盘上的一个味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也感慨嘛，就是第一，没有十全十美的一招棋或者一个思想，一个围棋思想啊。第二，一招棋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同时这个优点又是它的缺点。嗯，这个很怪，这个辩证法，你说我这个时空很多，你时空很多一定同时是你一个缺点，因为你的外势一定不太好。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它一定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盘棋如果要做一个主题的话，可以说是新旧两代棋的这个一些交替吧，可能说是交替啊，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棋还是下得很精彩，就双方的在这一代的攻防，白棋虽然说通过弃掉了棋筋，但是他在大局上控的方面并没有落后。嗯，啊，他把这个弃掉棋筋啊转变成了控。嗯，啊，虽然在后面呢，他中央出了一些问题，啊，以至于这个棋。哎，下得不太合适，最后输掉了，比较遗憾啊。好，那今天这盘棋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